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oland. Welcome to Katowice. 大家好，欢迎到波兰，欢迎到卡托维兹，欢迎到我们 IGF 的开幕式。我们今天是16届互联网治理论坛。今天我们要进行国际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涉及到我们网络的发展。我自己的名字叫阿嘎达·康纳尔斯卡，我是波兰电视的记者，所以我非常荣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所以我很高兴大家都参加我们的这个论坛。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点就是卡托维兹国际展览中心。首先，我想欢迎刘振民先生，联合国副秘书长。请就位，谢谢。波兰共和国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先生。今天的会议还会有 Antonio Guterres 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有波兰的总统Andrzej Duda。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参加者，而且我也在此也欢迎所有在线参加我们今天会议的来宾。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一个口罩就是口号就是联合网络，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网络变成一个容易使用、联合和友好的地方。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当中，网络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个就证明着网络是我们生活多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目前所住的世界，一定可以说是一个电子化的世界。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是第一次在波兰举办，而且我以波兰国家的名义想说我们是非常荣幸主办这个和接待这个会议。我非常相信今天的论坛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好交流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就网络的未来进行交流。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他自己的意见。现在这个会议是5天的工作，5天的交流讨论会、工作会，还有其他的会议。我们要进行关于技术和技术未来的一些交流。我们会听到政府代表、企业家、科学家的一些发言，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会讨论一些其他的重要事项，像这个网络使用的能力。因为我们要记得目前有世界人口的50%到现在不能使用网络，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这次的会议，我们会见证领导家他们要采取一些重要的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强调，从2019年以来，有几乎8亿新的网络用户开始使用这个网络，这个数字是非常大。比如说，这是美国人口的2倍。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电子化的进度是非常快，而且也涉及到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在这里我也想说，这个年轻人在这里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未来当然是年轻人的，所以我很高兴的说，在这个论坛的框架之内也有这个青年论坛，所以有非常多青年参与。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非常值得参加今天的会议。所以首先我想请刘振民先生，联合国经济和社会负责经济和社会的副秘书长，请发言。Your Excellency, Mr. Duda, President Poland, Your Excellency, Mr. Morawiecki, Prime Minister Poland. 尊敬的总统阁下，尊敬的总理阁下。Krupa, Mayor of Katowice, Honorable Ministers. 尊敬的卡托维茨市长，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作为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我向大家热烈欢迎2021年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开幕大会。很可惜，因为联合国秘书长还有身负其他重要责任，今天不能和我们在卡托维茨一聚。但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听见对我们的祝福。新冠瘟疫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数字技术使百万人能够在网上安全的工作、学习、生活，从而拯救了生命。这一流行病也放大了数字的鸿沟和技术的黑暗。我们可以向面对联合起来应对这些挑战，通过建立明确的规则来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重新获得对我们数据的控制，通过打击虚假信息和谣言言论。这次大会，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公平、合理、自由的空间。我最后一个报告当中，关于我们的一个自由安全的数字未来意愿是我数字合作的线路图的基础。最近，我希望这次论坛能够创造动力和推动进展。祝大会成功。Thank you, Mr. Secretary General. Dear participants, I join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in extending our heartfelt thanks.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我们东道国家表示谢意，向波兰表示谢意。我很高兴今天杜达总统和莫拉维茨基的总理他们要发言。我非常感谢莫拉维茨基总理，他今天亲身参加这个会议。而且目前这个时刻是非常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新冠的疫情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它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生活、我们社交，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不能使用网络的人被排除在外，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可以承诺这个问题会被解决，那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如果我们是联合，我们可以成功。那我很高兴今天有那么多线下线上的人参与今天的会议。
昨天我们有了八千参与者，他们代表政府、国际社会，还有一些公司、科学家、民间社会等等等。这所有的参与者，他们从事了交流，而且在这个论坛当中，会有200多个会议或者论坛，他们涉及到非常多的领域，像这个对社会的影响，还有经济发展、人权、信任、合作等等。我相信在这次会议，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我们要走的一些路，而且我相信我们也会集中在那些被排除在外那些人，就是那些不能使用网络，的那些人。而且联合国他们主要的责任，就是在这个 IGF 论坛范围之内，主要的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网络空间。我希望大家会积极参与这个过程，非常感谢。Thank you very much, Mr. Liu Zhenming, Under Secretary General. 非常感谢，这是刘正明，联合国数字和社会事务发展秘书长。非常感谢和我们在一起的参加这次卡托维茨大会。现在我想请波兰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杜达先生给大家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十六届智利论坛的参与者。我非常荣幸，我今天能够向大家接待。今天的会议举办的地方就是卡托维兹。很可惜我不能亲自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很高兴通过这个视频向大家表示欢迎所有政府的代表，所有国际社会的代表，而且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个新冠疫情它突出了我们生活当中网络是多么重要的。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如果没有网络，那这次的会议不能那么顺利地举办，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参与。谁都知道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都是电子化的世界，但是我们同时要强调，我们目前的这个世界它是有非常多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安全、非常中立的一个网络环境。那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顺序和安全，都取于我们的决定。但是现在我们也是面临着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确定这个数字化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而且作为一个联合的世界，我们如何能够使用这个网络所带来的利益。我们是否能够相信这些新的技术？我们如何完全利用这个网络的潜力？那这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强调，我们并不会单独的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利益有关方者找到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要作为一个联合世界回答这个问题。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波兰是位于这个对话的中间。你们当中会有一些人，他们从很遥远的地方来了，我为此
表示协议，但是你们来到波兰，你们来到卡托维兹，你们来到中东欧洲，这个地区是非常创新的的人口的家，而且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创新这个创新国家和地区的潜力。我也很高兴有那么多青年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想说，你们所发表的这些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的因为未来就是在你们的手里，而且这个对话，这个论坛的对话也是你们的手里。在此，我也想表示，我们今年在波兰有一个著名作家和文学未来学家 Stanisław Lem 的100周年，他之前说，我们并不想占领外空，我们只想把我们的生活的边境扩大到外空。那现在我也想问一个问题，网络是不是一个外空，还是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边境？它是否一个最终的一个边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今天这个会议的一个口号是联合网络、开放、安全的自由的一个网络。所以我希望大家这几天的工作过得非常顺利。我希望你们会找到一些有信心的结论。那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的会议，谢谢。刚才是波兰共和国总统安杰·杜达给大家的视频致辞。下面有请波兰共和国总理马祖维耶自己给大家致辞。Panie i panowie, drogi panie.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副秘长，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部长、议员，各位尊敬的来宾，很久以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就开始已经互相交错。一开始是在文学当中和科幻当中，现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最终落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世界已经开始交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各种事物当中，经济生活、媒体和政府机构、公共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政府，包括我们个人之间的交往。我们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互联网的成员，我们可以成为完美发展的一个将来的未来发展，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受到一些陷阱的威胁，有点像我们很久就知道的刀可以割面包，也可以给我们造成伤害。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但是它是更加的影响到我们的所有居民，全球的居民，同时会产生影响。互联网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承诺，对我们未来生活美好生活的承诺，保证我们互相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加的提高效率。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在各个领域当中我们的生活，比方说医疗行业，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会谈，去年我们取消了这次活动，这次论坛，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瘟疫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同时我们也开始
很多数字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医疗方面，比方说我们的假条、我们的药单都可以用网络形式来推动，尤其在疫情当中我们开始实施，这是互联网的优势和好的方面。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各个方面的黑客的进攻，从各个方面受到的攻击，从有很多国家把它当作一个进攻的工具和武器。我们感到很多方面在今天的论坛上，联合国的组织的互联网论坛上，可以制定共同的解决方案，治理互联网，共同治理互联网。如果你不付钱购买产品的话，那你就会成为产品。那么这个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社会媒体当中的一个作用，如果你不付钱的话，那么你就会成为被收割的工具。我们应该明确理解到互联网是多么强大的一个武器，我们必须要在联合国的治理下，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利用各个机构管理互联网的规则。这是一个挑战，21世纪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挑战，共同的面对。就像100年以前有一个，100年以前有一个垄断，各国在各种程度上成立了一个对付垄断的一个联合国。我们今天在全球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谈到互联网，我们必须要制定全球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人类非常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联合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像成立的二次大战以后成立的联合国，我们要使全球成为更好，保证发展，保证幸福。在21世纪，在今天，联合国面对21世纪这样的挑战，其中之一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制定最好的解决工作方案模式和责任，对所有的国家治理互联网的一个工具，可以为人类造成很多的未来的景愿。我想今天在卡托维茨的论坛大会，在波兰可以促进制定更多的解决方案，能够实施这些新的规章制度在世界的各个国家。非常感谢组织方，非常感谢联合国副秘书长今天和我们在一起参加这次论坛，和所有这次论坛的各位嘉宾，获得更多的成果，更具体的解决方案，为我们全球的人类。谢谢。非常感谢，这是波兰总理的发言。非常感谢这个发言。那现在我想向大家告诉，我们总理的这个办公室，他就是在波兰负责举办这次的会议。我们所在的地点是卡多维兹，所以现在我想请卡多维兹的市长致辞。这是马丁·克鲁巴先生，我们要播放他的发言。女士们、先生们，
十几年前我们城市开始它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当时集中在这个创新和这个创造这是我们城市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的公民的一个过程。这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创新的公民，我们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城市变成了大活动的中心，还有很多非常重要会议的中心。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展览中心也是我们城市非常大变化的一个证据，所以我现在非常荣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十六届网络治理论坛。波兰第一次接待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所以我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在这里举办。2018年波兰也举办这个环境的高峰会，就是联合国的这个高峰会，而且明年我们也会接待一些城市的论坛，所以这个就证明卡托维兹已经在欧洲甚至世界的地图上变成了重要地点。所以我现在欢迎大家参加这个就网络未来的交流和回忆，我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够过得好时间。欢迎到卡托维兹，谢谢。这是我 Marcin Krupa， 卡托维兹是市长。这个城市今天就变成了这个国际的对话中心。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想请几个利益有关方的发言，这是我们开幕式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想今天给我们在一起有Dorin Bogdan Martin 女士，她是国际同心组织的负责人。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非常荣幸参与今天的开幕式，我也感觉非常荣幸我可以在这个开幕式发言。目前我代表我们的单位而且我代表我们单位的就是负责人赵厚林先生，因为他今天他不能亲自参与。那我很高兴今天的会议是在卡托维兹举办，因为我自己的祖宗是波兰人，所以这是非常好的的一个信息，而且对我们的这个国际通讯组织也是非常好的日期，因为这是波兰进入这个组织的100周年。今年的这个 IGF 论坛，它可以说给我们介绍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这次的口号是联合网络，但是这并不只是一个口号，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任务。我觉得我们所有国家的和单位的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加强我们的相互连接的这个水平。按照我们最近的数据，从2019年这个网络的新用户者，新用户的数字就增加了8亿。但是这是非常好的信息，这是非常高的数字。但是到现在，世界的40%人口，他们完全没有使用网络的能力。这是30亿人的一个问题。2021年快要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年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有可能今年我们会达到一些重要的结论。在明年1月份，在卡塔要举办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的这个国际通信组织的代表也会参与这个会议。
而且 在那个会议，我们会总结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事件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从我们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个教训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加强国际通信的这个效率，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之间的连接。但是同时我想说，这个通信的能力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当然的事情，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当然的事情，我们还是必须要在这一点做一些功夫。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国际通信组织是 IGF 的积极的参与者，所以我们也现在就等待听到这次的 IGF 的结论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们希望马上我们能听到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的一些结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告，所以我们正在等待。同时我也想表示你们很多人会参加我们组织要举办的下次会议。最终我想祝大家这次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马丁的发言，下面我们请 Life Beta MTM 的CEO 给大家发言，他现在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论坛。非常感谢，热烈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论坛，我非常高兴我在约翰内斯堡和大家一起连线南非，我想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能参加这次 EGF 2021，祝大家获得丰硕的成果，能够关于自由使用互联网。我现在想说几句我们的 MTM 集团的一些作用，提到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使大家更多的参与互联网，加入互联网世界。在非洲，我们在17个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活动，我们和中东国家地区也有很多的合作。我们在广泛的领域进行我们的经济活动，为我们的用户能使用互联网。值得提到的是，存在很多的市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他们没有接触到互联网。互联网可以能够把社会进行很好的变革，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在有的市场上，甚至于智能手机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的连接。在新冠瘟疫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他们给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从去年3月份就已经感觉到。我们发现有互联网和没有互联网的人有巨大的差别，那么这些有互联网可以生活在原来的生活当中，可以网购，可以保持朋友之间的互联网关系，他们的孩子可以参加远程的教育上课，因为他们有工具可以维持互联网的教育。可惜的是，在其他的国家并不是都有这种机会，有些国家
从去年三月份，孩子都无法上远程教育，他们没有这个工具可以去受到网程教育。从这种意义上说，在这些孩子就是成为失去的一代，他们不可能使用远程教育。这就是一个鸿沟，年轻人当中的区别，在不同的国家当中有和没有互联网的区别。我们也感觉到在很多的在不同的市场上增加了是互联网的使用率，在有的国家已经增长到170%的比例，相比于去年同期的使用水平，这就证明人们开始更大程度的使用互联网。我们可以在非洲感觉到，在我们市的尤其感觉到它的增长速度是巨变的。我们的发展计划是推动互联网的宽带发展，在今后的两三年当中，在我们的市场上，我们可以增加到90%的，至少可以有3G 技术的使用。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我们一定要尽大罪律，为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能够，使得他们有个互联网。这是2030年联合国提出的目标，我们想加快这个过程。我们想和所有的各个方面的政府机构、私人机构能够帮我们推动加快互联网的推广，可以用不同的技术，可以那些没有互联网的人加入互联网使用。我们相信互联网的使用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人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物，需要我私人企业和公共企业公共部门大家互相合作的一个结果。互联网需要是开放的，可以保证信息的流动，但是同时我们也保证信息的安全，这是三方面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为所有用户做到的一个要求。我们也向以太坊等国际机构提出要求，希望能够积极的支持当地的运营商，就像我们公司、我们集团。我们也希望和现在的法律规定下各个国家的不同法律框架下进行合作。我们也希望人们能够有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这对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各个国家，尤其是在非洲的国家当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发展和互联网的运用有积极的联系。我想最后祝大家获得丰硕的成果，在这次论坛当中，这 EGF 可以获得更多的将来获得更多的成就。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家给我们的支持。下面有请现在我们要请Kosavi Anna Akbavu Kamasa 女士，她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在卡多维兹，欢迎。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在这次的开幕式发言，我感觉非常荣幸。我的名字是 Kosavi Anna Akbavu。Kamasa， 我是一个 Togo 的大学生。我代表IGF 的青年的组织，而且我非常感兴趣，就是我对网络治理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今天可以向大家
做一个简要的发言，我非常高兴。但是我在这里发言，我也是记得非常多年轻人就没有像我那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向大家说话，向大家发言。在这次的这个新冠疫情，我们都学到了非常多教训，但是这些教训对每个人是不同的。从我的角度来看，网络是一种人权。如果一个人没有使用网络的能力，那这个他的人权受到了损害。那我希望这个联合国会发挥一个积极作用，让我们所有的世界人口享受网络的使用。女士们，我作为青年的代表，我想表示，从我们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请 Miriam Kuna 女士 ，RIPE 单位的一个负责人 ，Miriam， 你能听到我们？是，可以。Hello, Miriam.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在卡托维兹和在线的所有的参与者。我叫 Miriam Kuna， 我是 RIPE 组织的负责人。所以我今天会代表这个网络技术社区的所有的人。RIPE 是一个组织，而且我们是这些网络公司的组织，所以我代表这个行业。我很高兴这次在 IGF 2021。我可以发言，尤其是我想感谢波兰的主办方允许我们所有的人参与这次的会议。首先，我想强调我们所有人对创新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于这个创新的技术，我们才能够举办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咱们在这个新冠的疫情就看到了，网络是多么重要的，因为只有网络它就允许了我们在不受什么几乎任何影响，按照日常的方式生活、工作、学习等等。但是同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基础设施在这里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期间当中，我发现这些所有的我们组织的公司之间支持，而且虽然有那么多人使用网络，这个数据的交流那么多，这些公司并没有让这个网络有什么中断，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我觉得信息分享和知识分享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非常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我们 RIPE 组织目前有30年的历史，而且我可以说我们最讲究的一点就是对话，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多方的组织，我们都理解这个网络的成就也带来了一些责任。如果我们要保证网络的基础设施它有效的操作，那我们同时必须要保证尽量最多人能够使用网络，同时我们也要保证我们正在落实正确的法律和规定。在这里
在这里这些立法单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立法机构他们必须要想出一些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必须要考虑如何正确界定这个空间的一些规则。所以今天的这个 IGF 网络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因为在这里我们能够有非常多行业的代表，这是一些公司的代表，还有其他就是政府机构的代表等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网络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每个组的需求和一些特征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RIPE 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协调他们的工作，而且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那么密切在透明的空间合作。这个 IGF 它也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想答应发展世界的在发展中的世界的一些需求。当然网络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它是开放、固定和联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在这次论坛大家会记得这一点。谢谢大家。刚才是 Miriam Kühler， 是 RIPE 的主席，非常感谢他的积极的一些致辞发言。下面我们有请波兰共和国Krzysztof Subotę负责 EGF 2020联合国的互联网大会。尊敬的总理部长，各位尊敬的阁下，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可以亲自在卡托维茨，这是一个变化改变的一个城市，这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专注于创新和发展。我非常高兴在第一天能够说我们今天的活动有哪些，我们的活动今天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论坛会议，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和世界网络的挑战。我们有多方面的各个层次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联合国关心的各项问题在卡托维茨进行论坛。我们可以看到有8000多注册的互联网用户在关心我们这次互联网的线上的一个交流，从各个几十个国家、不同的几大洲、4500个网上互联网的一些参与者，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波兰和积极参加，在50个论坛上和会议小组当中都积极的参与。今年我们有300多个项目，第一天已经结束。在几句话当中可以总结一下，都谈到哪些事情？我们谈了些什么呢？我们有4大方面。第一方面是网络的基建，如何能够5G、6G 和下面一个更高的网速，需要给大家有提供网络的连接和方法。第二个方面是说的很多的，就是服务，数字的服务，在政府机构，包括一些企业提供的数字服务。现在在新冠情况下，没有互联网，我们无法上网、医疗和教学，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加强给大家培训，在各种各样的远程教育上面用了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将和我们一直持续下去。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在
更加多的使用当中，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和威胁。大家已经都提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当然，我们这方面也都在谈到更多的。第四就是关于网络的安全，包括公司、企业和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范围。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出现在我们这次论坛当中的，就是国际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多方面、多层次，政府、企业、教育和政府外企的机构，在同样的平等的基础上，能够共同的交流、共同的创造新的模式。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机会各个国家的部长在谈到可能性的合作，在欧盟当中和各个机构当中的互相合作，国际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新的元素产生这次第一天的会谈当中，我们谈到一个投资如何发展，投资能够在没有投资和基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发展的。不光是小公司和创新公司，为了这些新的公司能够成功的话，需要更多的投资，也是有一个新的探讨的范围，也就是在年轻人的峰会，年轻的刚刚进入市场的一些能够接替我们控制这个数字领域社会，这对年轻来说有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还不知道年轻人会如何能够积极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关心。有很多新的有趣的会谈在和过之后都产生。第一天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晚上我们总结了第一天的一些在卡托维茨音乐厅的非常美妙的音乐晚会，有新的音乐的解释，这是非常一个美妙的夜晚。我们还有四天将要进行会谈，高层次的会谈，各种各样的几十个的峰会，这都是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次会。我非常感谢联合国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组织第16次 IGF 2021在卡托维茨。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的一个规模，现在互联网已经可以在各个方面，包括法律方面，包括新的发展、新的技术、将来的技术，包括量子技术、High Performance 的技术，这都是我们探讨的第一天讨论的议题。当然我们还会在今后的几天当中持续的去讨论，我非常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另外呢能够提供自己的议论。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Krzysztof Schuber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making a short summary. 非常感谢 Krzysztof Schubert 先生。这是一个简单的，就是第一天的总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个开幕式快要结束，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现在会有一个精彩的演奏者向大家演奏，这是一个作曲家。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和发言者。他是14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这个 piano， 而且他18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巴黎表演，而且在一个比赛，他获得了第一奖。在2010年，他在这个
startup. 肖邦音乐比赛他表演，而且他获得第一奖。他在欧洲、亚洲、美洲最著名的一些音乐厅表演，而且最近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也主办一个特殊的奖品。今天他跟我们在卡托维兹，他会演奏三个作品，这是肖邦的阿斯杜，还有 Killer 的一个作品，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音乐教育重要性的的几句话。现在 Ingolf Wunder 先生。Ingolf Wunder。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my huge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in Poland at the IGF and to talk to such a great international crowd. 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带到波兰来参加互联网治理大会。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已经在数字变革发展当中我是非常关心的。我想说及件事情是多么高兴高质量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是多么重要，而且是对于人工智能和数字世界当中有多么重要。我们现在周围都被高新科技所围绕，在各个方面都各种各样的刺激。我们的智能手机，尤其在现代疯狂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联系，各个方面都受到我和我的夫人都组织了，我们组织了一个公司，创新公司，尤其是关于我也非常喜欢高新科技。我发现关注到新的科技对生活的水平有多少影响，我们的一些习惯的生活方式，将来的在将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改变。我们可以讲人工智能会在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作用，产生影响。人工智能会在各个方面都会和我们的媒体都会有紧密的联系。这些速度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有一层是意识和非意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的传输是相当于40到100 bit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的意识那么有多快呢？那会更加的迅速。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几个方面需要可以注意同时。那么我们的下意识会感受到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我们听到的一些声音，会给我们留下下意识的一些印象，从各个方面的内容会给我们产生影响。音乐和声响，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们不光是把我们的耳朵堵住的话，也会有声音会传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如果我们想把音乐和高新科技联系的话，我们应该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音乐和声音对我们身体和我们的机体有什么重要的作用？首先，这是因为声音是我们创造的是非常快的速度，而且我们很容易能够接受我们的声音。音乐对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感到更加的开心或者更加疲劳，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而且有很多的直接的因素
感觉到能影响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它的频率，音乐就是频率。如果我们在考虑哪些我们身体是由哪些元素造成的，这有不同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能收到不同的频率，我们说的是波长。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音乐可以直接对我们的生理作用起到一些变化和影响。我们感受到有最我们感受到的对我们的感受和对我们的大脑有积极的作用，直接的作用。这样我们能感受到我们身体是怎么的发完我们的基因和蛋白质记录我们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些是我们身体的组成。百万的细胞每一天在死亡，由新的细胞来替代，这些新的细胞直接被周边的环境改变。我们一开始知道这个事实以后，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科学证明这些声音对我们是有非常感受的，对我们的身体是感受。作为音乐来，我们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是这点有感受的。音乐对我们的身体和对我们的大脑是影响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深刻的。最好越好的音乐和质量，更多的可以了解，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身体。高质量的音乐是什么？是给我们的身体能够提供不同的阴影，能够给我们带着很多的情绪，带很多的信息，通过音乐音符。不管我们是否是音乐家，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他们会给我们直接产生影响。科学已经证明音乐对我们的生活和机体有影响，尤其是高质量的音乐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和低质量的音乐要接触呢？他们有很少的信息，很少的这个阴影，就像当与我们吃垃圾食品一样。那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吃垃圾食品。那么如果我们是六七岁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楚。那么最重要的是，对人们来说，什么是音乐的高质量？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就算是专家，他们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品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应该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口味，这是很难统一来确定的。那么我们应该记住，如果两个人同时听一个曲目的话，在每一次他们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新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也就是说用科学来分析和论证和测量的。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这两个层面的话，把它互相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质量的音乐作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可以说是整个音乐的质量在下降，有几十亿的人，全世界的人可以说和低质量的音乐在一起接送。我不是说其他的一些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流行音乐员，但是也可以遇到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古典的音乐。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更多的层面接触到低质量的音乐，对我们的敏感度产生影响，影响到全世界几十亿人的敏感度。我们应该为几十亿人，全世界人有高品质的音乐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应该说在写入了我们的一个综合平等发展的第三项，保证好的身体健康，和第四条，保证教育。我想音乐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我们也知道高质量的音乐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影响。那么
科技对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十字路口的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现在科技的发展有更多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几十亿人每天用这些高新科技，我们经常也就说很可能以后就我们人和机器已经没有界限了。我们想一想，高新科技、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今后可以为我们创作个人喜好的私人定制的音乐，我们就不需要来学习和购买这些技术了。我们可以想象，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或者为我们提供一些治疗方面的医药治疗，我们不需要和医生可以进行咨询。这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优势。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有的人可能必须要使用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那么如果说音乐的话，我们应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质量？谁来决定音乐的质量？是我们来决定，还是人工智能决定，还是我们的感觉来决定？我们应该考虑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几十亿人、全世界的人能够获得敏感，能够有意识的确认高质量的音乐。我想我们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能够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将来可能起反作用，人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敏感度。艺术可以有更多的不同，更多的阶层。那么我们人类可以说更多的程度更加像机器。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在发展，人工智能更加的普通普遍。在某些程度上，机器已经和我们已经不需要我们人了，他们可以自动的更新，而且自己能处理得很好。如果我们能看到人类越来越和机器接近的话，而科技更加的快速发展，那我们就发现到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题。请大家理解我的想法，技术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提供更多的可能，尤其我们个人的发展，我们不能产生一些错误。那么人类的因素和质量在音乐当中还不是非常重要的被人类利用，尤其在现在的变革当中我们所面临的。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非常的垃圾食品泛滥作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想我们应该关注使自己的敏感度能够更加的塑形，使我们更成为人类的一个敏感度，创造更好的音乐，用自然的方式来创作。这种音乐的敏感度在其他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价值、道德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很高兴的有很多创新公司，比方说像我们的创新公司能够对这些问题非常的关注。我们知道新技术的发展非常的迅速，我们作为人来讲并没有很多的时间能成为更好的我们。我们在人类的发展并能够，但是我是一个乐观者，尤其在音乐方面，高质量的音乐可以在这些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乐观的看，我看到年轻人尤其在音乐教育方面能够在自己当中培养更多的敏感，这些年轻人在将来成熟以后可以说更加的敏感，能够在周边当中会更加的敏感。我想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那么在经济教育、工程教育可以说是有相等重要度，这也是一个非常的价值额外的产生，包括 STEM
科技、工程和其他的科目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里边应该加上艺术，加上音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知道，英语的 A 是艺术的意思。我想我们应该要关注自己的敏感，再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激起他们的兴趣和自然，我们在将来能够看看我们的过来，是想确实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的时候是不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更有尊严的地方，在我们的虚拟世界当中，还是我们的敏感度已经损失了？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质量、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主观的一个领域。我想，我们应该利用高质量的音乐，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健康和幸福的人类。可能这是我们的目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波兰，谢谢卡特维茨，这是我的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给大家演讲。Thank you very much. What a performance and what a speech.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次的表演和这个发言，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今天的这个 IGF 的开幕式。快要结束了，而且我们正式宣布这个卡特维茨的2021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就开始。祝大家这个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而且我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积极提出意见。非常感谢所有的在现场的贵宾和参加者，以及所有在线上的参加者。祝你们在波兰的时间过得愉快，非常感谢，谢谢。